中共解放军东部战区宣布对台澎金马启动为期2天的演习，也让台湾国军不敢大意。国防部呢，今天上午是公布了影片，台湾 P3C 的反潜机在23号执行了警戒攻击任务，侦获了江岛级的护卫舰以及吕洋三型的飞弹驱逐舰，还有海警船等等。另外呢，陆军的脸书也发布了携手同心守护家园影片，强调我国三军跟国人手牵手连成一线，不怕利剑，也不畏强权挑衅。